吕璜，布鲁之妻。1941年秋天，侦查员吕璜和他所在的巡视组突然得到上级的命令，要求他们立刻赶到甘肃庆阳，一场大规模的反特行动由此拉开了帷幕。1941年的秋天，一群身穿灰布军装的人走进了陕西关中的一个村庄。就在他们准备向村民们了解当地的各项情况时，女队员吕璜突然发现时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保卫部长的布鲁脸色严肃地走了过来。说是李克农啊，给周新呐、打电报，告诉他说派那里出了一个大问题，你们派人去。这时吕璜才知道，原来是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处长周新向自己所在的巡视组发来了新的指示，要求他们放下手头的工作，立即赶到甘肃庆阳。周新就派了布鲁去，我们就从边境上啊，从关中就到那边去。布鲁、吕璜和巡视组的人一起赶到了甘肃陇东专区地委所在地庆阳县后，他们很快就见到了前来汇报工作的陇东保安科科长李辅山，随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陌生的年轻人。到了陇东的时候，那个时候专区的保安处长啊叫做李辅山，李辅山的时候啊就跟我们汇报工作，我们这不是上级嘛，去了汇报当中就汇报到有一个军统。李辅山介绍说，这个军统特务名叫吴南山，已经向我方投诚。说完他指了指坐在他身边的那个陌生人，他可能掌握许多重要的情报。吕璜顿时吃了一惊，他怎么也无法将眼前这个文质彬彬的年轻人与国民党军统特务联系起来。他的脑子里立刻盘旋着无数的疑问，这个吴南山到底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要脱离军统而向共产党投诚呢？就在这时，吴南山开口了，面对布鲁和吕璜，他讲起了自己这一年来的经历。1940年初春的一天，在一个同事的推荐下，满怀抗日热情，一心想要上前线的失业小学教员吴南山，兴奋地踏上了从甘肃庆阳去往陕西汉中的旅程，准备去重庆战时干部训练第一团读书。据说那里不但可以免费上学，还负责毕业分配工作，参加抗日。那位同事让他先到汉中找一个联络人，再由这个人帮助他去重庆。本来他们都是抗日的，抗日到了西安，去参加抗日，就被国民党啊，军统啊，就引到训练，就可以到重庆，到重庆也可以到前方。谁知到了汉中之后，那个联络人却没有帮吴南山去重庆，而是将他领到汉中郊外的一个由军人站岗的院落。门外挂着的牌子上写的是战时游击干部训练班。刚走进这里，一个国民党军官便要求吴南山今后再也不准和外界有任何联系。就这样，他被安顿了下来，培训开始了。训练班的课程被安排得十分紧张，每天早上5:30就起床升旗，一直训练到晚上10:00才可以降旗睡觉。而所有课程全部都是一些让吴南山觉得诡异的内容。技术就是怎么制炸弹，怎么暗杀延安的领导人。经过几天的培训，吴南山终于明白了，这个地方原来是国民党军统开办的一个特务训练班，称为汉中训练班。目标啊，
就打起仗来呀，就是刺杀首长，破坏桥梁，破坏仓库，都是军统的任务。军统是国民党在1938年成立的特务组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主要负责人为戴笠，专门以监视、绑架、逮捕和暗杀等手段进行活动。军统特训班于1938年创立，对外称特警班，各班冠以地名区分，先后毕业学生近20,000人。军统特训班的毕业生，有的分配到沦陷区做抗日谍报工作，有的分配到国统区以警察等公开身份掩护做特务工作，有的留在军统本部工作。最为隐秘的一批，则是派到共产党的根据地潜伏。他们的目的啊，就是派到陕甘宁边去嘛。因为汉中心在西安不远的地方，这是戴笠亲自搞的。汉中训练班简称汉训班，成立于1939年，每3个月一期。吴南山是汉中训练班第四期的学员。在得知实情之后，吴南山虽然表面上还在继续认真的学习，但内心里却早已下定决心，一定要赶紧离开这里。但他要如何离开这个牢笼般的军统训练班呢？没有人来给你接头，不能化身横的关系，等到有事儿的时候，会有人来通知你。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时光飞逝，转眼间，吴南山已经在汉训班待了2个多月了。为了取得教官的信任，他开始拿出一副积极努力的态度学习，很快他便得到了教官的表扬。趁此机会，吴南山向教官提出自己来这里学习就是为了对付共产党，希望教官可以让他早点回到家乡投入正式的谍报工作。此时正是用人之际，听完吴南山的表态，教官点头同意了。他让吴南山提前1个月回到庆阳，3个月一次，就到西安，有西安的特务站呢，军统特务站派他们到哪里就是哪里，有严格的这个纪律。他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他当然他自己也吹一吹了，这个他就跑回来了，他说是跑回来，实际是派回来的。回到了庆阳西风镇后，吴南山先与军统联络组长张明哲接上头，又给自己熟悉的县长陆维公写信，说是出去没考上学，托他找工作。不久，陆维公便回信叫吴南山回庆阳工作，就是到长期埋伏，也没有人来给你接头，不能发生横的关系，等到有事儿的时候，会有人来通知你。吴南山刚回庆阳就被安排到陇东中学任教，短短几个月后，再回到已经成为苏区的家乡，吴南山便发现，在共产党的治理下，庆阳一改当初他还在时的混乱残破，呈现出一派安乐祥和的气氛，与之前教官们宣传的苏区情况完全不同。他到了庆阳就看到我们确实对老百姓啊真好，并不是像国民党那么说的，又是共产共妻了，又是不管老百姓了，杀人放火，全不是那样，他就有些怀疑了，这个时候他就思想逐步转变。转眼间秋天来了，吴南山也已回到庆阳一段时间，经过再三的考虑，他找到了之前为他推荐工作的老朋友陆维公。在10月初的一个深夜里，这对老朋友促膝长谈直到凌晨。
面对陆维公，吴南山将在有关汉中训练班的事情和盘托出。听完吴南山所说的一切，陆维公大吃一惊，但此事关系重大。陆维公第二天一早从吴南山家里一出来，便赶到中共陇东地委，向书记马文瑞做了详细的汇报。马文瑞立刻指示陇东保安科科长李辅山领导侦破此案。经过一段时间的侦查，虽然保安科掌握了一些军统在陇东的潜伏组织，但是一时不知如何将这个汉训班的案件深入发展下去。时间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流逝了。1941年秋天，保安科认为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需要上级的帮助。于是李辅山把这个情况上报给了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周兴立刻指示正在边区各地巡查的布鲁等人赶到陇东，会同陇东分处应对这突发的情况。他控制他都是亲自去的，能够控制敌人，能够掌握自己人。布鲁原名陈伯，是共产党早期的地下工作者，他敢想敢干，富于冒险精神，办案思路开阔，被誉为红色福尔摩斯，是中共三大侦查专家之一。布鲁还曾领导过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举办的情报侦察干部训练班，吕黄正是训练班的第一期学员。我是在陕北公学，陕北公学就到五月份快毕业了的时候就是我爱人就到学校里面来挑选侦查员，就是秘密侦查员。到了七月份就根本就调到了保安处了。当吴南山在介绍自己的经历时，吕黄发现布鲁频频点头，而且若有所思。会议快结束时，布鲁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觉得此人有极大的开发价值。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在汉中一期接一期地举办特务训练班，其目标肯定是针对边区，针对延安的。但究竟有多少特务派了进来，我方不得而知。必须设法把汉中训练班的人员全部摸清。同时，布鲁提出了一个化敌为我的破案方针。他就用那些人呢，主要是用人，他亲自去了解这个人，看看他的这个人的一个忠实程度，他可以区别，他跟他谈话，掌握。但吴南山在汉中训练班里只是一个普通的学员，并不掌握其中真正的内幕和更多的情报，他们该从何下手呢？他们用的他们都是第三期的，就把这个事儿要联系这些人就跟吴南山说了。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1940年底，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加强军事上的进攻。1941年一月，国民党公然围剿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同时，还有消息显示，就在皖南事变之后，军统也趁机加强了针对共产党的特工行动。与吴南山同期的汉中训练班所培养的特工人员，现在很可能已经被秘密派遣进入延安，混入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和重要机关。严峻的形势促使他们必须尽快破案。关中的专区的地委书记是习仲勋。他是等于是陕甘宁边区这个关中是伸出来一块，周围都是国民党包围。所以他就写了信跟西北局
要求他的特务包也很厉害，这个要求加强这个边境上的这个侦查工作。那些无声无息潜入进来的特工到底在哪里？他们将会带来怎样的破坏力？这些疑问如此的令人坐卧难安。现在唯一可以利用的只有已经投诚的吴南山，考虑到情势紧迫，不如指示吴南山继续伪装潜伏，保持与军统内部的联络。通过吴南山，陇东保安科逐渐掌握了更多军统在陇东的潜伏组织，有效地防止了一些可以预见的破坏。但由于缺乏经验，他们也只能防不能攻。就这样，案件陷入了僵持之中。1941年深秋的一天夜里，吕煌正在保安科值班，吴南山急匆匆地走了进来，说有重要情况报告，要马上见部鲁。吕煌来不及多想，立刻带吴南山找到了部鲁。原来这天白天，吴南山到延安参加边区教育工作会议，回庆阳的路上偶然撞上了他在汉中训练班的同学兼同乡齐三义，而齐三义也认出了吴南山。他们认得，他们都是第三期的。他就把这个事儿啊，要联系这些人了、就跟吴南山说了。打过招呼后，齐三义对吴南山说自己要去延安找工作。吴南山心想，齐三义是镇远人，不回老家去延安肯定有重要任务，得把他控制住。于是吴南山问齐三义，去延安有手续吗？齐三义递给吴南山一张纸，原来是共产党友军邓宝山部队办事处开的护照。看过这份护照后，吴南山立刻灵机一动。这个吴南山呢，他想这既然发现了，我就不能放弃他了，就跟他说，你呀、那个介绍信到延安不行。他也是庆阳人。我那里，我在庆阳，我是教育科长，我还有点办法。这个时候齐三姨啊就高兴极了，就跟他就到了这个庆阳。他晚上就赶紧来报告跟部落，就说来了这么一个人。布鲁当即表扬吴南山干得好，要他先把齐三义安顿下来。随后他召集来陇东保安科的工作人员，经研究大家一致认为，齐三义此行可能有重要任务，应该对其实行突击。当然这个吴南山也做了工作，就去了就坦白了。到了庆阳的时候，他也就坦白了就在那写，现在不知道那些材料到哪去了。在布鲁和吕煌等人有效的心理攻势下，齐三义把此行的秘密任务和盘托出。原来齐三义在汉训班第四期结业之后，因为爆破技术好，被留下当了教员，又培训了第五、六、七、八期学员，所有学员结业后都被秘密派回了边区。现在军统西北特侦站要把分散在延安各单位的潜伏人员联络起来搞行动，因为齐三义当过教员，熟悉各期学员，所以被派来当联络员。为了验证齐三义交代的情况是否真实，不如指示齐三义在庆阳城内寻找汉训班的学员。不到一周的时间，齐三义就找到了两个。经过审讯，这两人交代的情况也和齐三义所交代的内容一致。看到齐三义有如此巨大的利用价值，布鲁大胆决定反用齐三义。布鲁分析是
主要还是在延安，所以把他就带回来了，带回延安了。那时候到了1941年底了，看到了哪个他认得，他就指点，指点我们的便衣就去问那个队伍的头头。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1941年冬天，就在布鲁等人利用祁三营扩大侦察范围的同时，西安那边国民党军统西北特侦站站长程木仪也正在策划如何使汉训班更加深入延安，扩大发展。为此，他还在西安专门召集会议，设法与延安潜伏人员挂钩拉线。与会人员中就有已经被布鲁他们争取过来的祁三义。到第九期了，就来了这个祁三义了。祁三义呢是来通知的，说现在要反攻了，要攻皖南事变以后不是第二次高潮，要进攻延安了，就要通知这些人，要他们做准备，这个桥梁仓库破坏，就是干这些行动，刺杀首长啊这些。亲眼见识过国共双方的情报机关，实际的对比是祁三义的思想开始逐渐转向共产党，可是他又担心共产党是否能真正的信任自己。祁三义试探地提出想回镇远老家看看，布鲁用人不疑，当即同意了祁三义的要求。但是边保有人反对这个决定，甚至吕煌本人也对布鲁的这个大胆决定产生了怀疑。那几天就是我心里啊一直就挂着看他是不是回来，我说是要派人了跟着他去，有的就是不让他去，有的是跟着他去，有的就是在那个地方啊离他远一点，派警察在那儿守着。布鲁顶着压力坚持自己的决定，给了祁三义3天时间让他回家看看。事实证明布鲁的决定是正确的，到时候他回来了，哎呀我高兴极了。祁三义不仅按时返回，而且完全相信了共产党。他交代陈木仪一共派出了4名联络员，赵秀为延安总联络员，祁三义、李春茂、杨鹏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第三小组的联络员，联络延安各机关单位的潜伏人员。但是具体的特务潜伏在何处他并不完全知情，所以当前的任务就是先找出潜伏在延安各个地方的特工，而挖出这些特工也正是边保最为迫切的任务。眼下案件的最大难处是祁三义既不知道这些人的真名实姓，也不知道他们潜伏在延安的哪个地方，只能通过认面孔才能找到他们。可是延安大小机关单位学校数百个，外来干部数万人，还有部队民兵和群众基层组织，如此大的范围漫无边际的去认，犹如大海捞针。又是几个月过去了，1942年五一劳动节正好到来，延安各界在南关大操场举行庆祝大会，要求在延安的各单位团体结队参加，这无疑是一个认人的大好机会。想起来了，因为我们那要集会呀，延安的各个学校啊各个单位啊要开大会了，都是要在一个大沟里面，有这个门，从这个门进去。五一劳动节这一天，布鲁等人带着化了妆的祁三义和包括吕煌在内的20多个便衣侦查员
早早来到北门外文化沟临时搭起的彩门两侧，分散隐蔽起来。当参加大会的人们一对对通过彩门时，隐蔽一旁的齐三义则全神贯注，睁大眼睛，仔细地找寻着汉中特训班中那些熟悉的面孔。他看到了哪个他认得，他就指点，指点我们的便衣就去问那个队伍的头头，你是哪个单位，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完了我们联系。全部队伍入场完毕，齐三义当场指认了24个特训班出来的特工潜伏人员。随后编导根据齐三义以及那24名新发现的特工潜伏人员所提供的线索，继续在延安和边区其他县中寻找可疑人员。一张隐秘的军统情报刺杀网络逐渐地被部署掌握。在边区政府领导的统一指挥下，边保工作人员展开全面抓捕行动。截至1942年底，汉中训练班案件全案告破，共发现军统潜伏特务32名，他们分别打入从中共中央到地方的50多个单位，大部分已混入党内，有的女特务甚至已经嫁给了党政领导干部。一案抓捕这么多特务，堪称延安锄奸工作的巨大战果。毛主席问是帮助谁呀、说是不如他就说以后啊，陕甘宁边区呀、保安处啊，要多一些像布鲁这样的人。这就是大表扬了。